只要你家有大米就可以做好吃的，牛奶米糕真的太香了。大米提前浸泡两个小时，沥干水分，加一盒牛奶，再根据口味加一点糖，打成细腻的米糊，倒进小碗里面，上锅水开计时，中火蒸30分钟，这样就已经很好吃了。涂一点蜂蜜，可以用桂花或者葡萄干蔓越莓装饰一下，软糯香甜，一上桌就光盘了。